能看一看了，你到底是在做什么？有用的信息。什么是有用的信息？最少还有一个方向吧。杨飞，福州戏华的目的是什么？不就是要掌握道性吗？那有必要放出血神吗？因为借由血神之乱，因就能将所谓罪责撒乎四众，做受美名吧。所以福州戏华一定有办法收拾血神，才会这样做吧。应该是安尼没错。那是什么办法？是天书分章，是随心不欲，也是什么？但这因拢无啊，所以呀，这不就是一个真趣味的问题啊？公主意思是，因有咱唔知影的秘密。杨飞姑娘真是聪明。那是什么秘密？我如果知晓，来这做什么？这这么些事，对这书册内底找秘密，这嘛小难咯。何况这只是轻松的装饰的。书中啊，要刀剑黑三宗的宗师哥，等到你兵完后，那心也老死了。所以我在这找另一项秘密比较容易。什么秘密？我的秘密。公主，公主的秘密，公主有什么秘密？如果我知晓，要在家创什么？公主，你家己的秘密，你家己拢唔知影吗？你家己拢唔知影的秘密，算什么你的秘密？嘘，完全无人知晓的事是隐秘，唔是秘密。秘密的第一要件，唔是有人知影，反是被人知影。这是秘密的第一要件。公主，你如果你行了，等我找到了，我知影了，这件事情才会成为我的秘密。我也是听无啊，公主。不要紧，以后你就会知影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先去找别人的秘密，一会再来。嗯，公主，那我留在这看戏。看会当找到什么秘密无？啊，